各位晚安，各位晚安。我今日咧就揾阿 Lucy 咧特别做呢个节目，就大家即系可能咧，大家忽视咗啊。咁差唔多8月22号咧，即系差唔多个零礼拜前啦，就大陆嗰度大家都听到啊，有架核潜艇喺边度咧？就喺香港同台湾之间喺嗰度附近咧，就出失咗事。就里边啲人就死晒，呢个消息咧由美国嗰边传过嚟嘅。咁咧 就当然啦，过咗几日之后咧，中国梗系唔承认啦。咁美国嗰边咧都下咗架，但系呢个消息系有根据嘅。我曾经问过美国嗰啲负责个即系军队里边啲人咧，我唔想唔讲得边个，佢话成个台海、南海、东海咧下边啊。全部美國又係，中共又係報晒嗰啲叫做探測器嘅，全部係睇得到、聽得到嘅，而且咧嗰個網絡咧就喺海底咧就經過乜嘢乜，跟住大家兩邊都實際睇到海底發生乜嘢嘅，咁即係話咧美國有人睇到咧。中國有架核潛艇喎，嗰架好架好大嘅，好似叫931。阿 Lucy，你查查係咪931？嗰個係佢最大嗰架嚟嘅。咁失咗事20几个人咧，裏邊嘅船員咧、水手咧就死晒。咁呢個消息咧有一定嘅可能性，有一定嘅可能性。咁差唔多係頭先我叫 Lucy 查翻咧，係8月22号啊。同日咧，日本就公布福岛嗰个核电站咧，嗰阵时咧，佢储咗一扎水喺度，就喺度处理过，一定要达到一定嘅含核，即系核里边嘅核，作为核嘅即系叫辐射程度一定要减低到一定嘅程度咧，佢就攞啲水咧就放翻出海。咁佢就話咧，而家已經可以低到呢個程度啦，可以放啦。又係22号啊，8月22号。咁跟住咧，就中國嗰邊咧就發起一大嘅運動啊，話日本啲水咁樣放出去唔啱啊，放出去唔啱。咁我哋而家知道啦，根本日本咧全部係合乎標準嘅。而家最大嘅問題咧，中國啊，中國所有嘢都唔啱，所有嘢都超標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實際你建築材料裏邊好多嘢咧都有放射嘅，即係唔係一定好大害，長期就有害㗎。譬如你住間屋，住喺一間屋裏邊，個屋長期好多啲建築材料咧喺度放輻射性嘅咧，對人咧有啲人就冇事，但有啲人係有事嘅。長期喎，譬如你住一間屋住10年，嗰間屋咧個放有放射性嘅。呢啲加加埋埋係累積嘅，係有問題所以咧就而家咧，我明白大陸嗰啲共產黨嘅心態咧，佢嗰個核潛艇出咗事咧，人死咗咧，即係話咧，好有可能咧就係洩漏佢啲核燃料啊！核潛艇有兩個問題，一個咧佢嘅開動啊係用核嘅，另外咧佢裏邊有導嗰啲核彈頭，即係可以佢導彈裏邊個彈頭係有核嘅，有兩個核嘅問題啊，核潛水艇有兩個核嘅問題，所以佢失咗事咧，洩漏嗰個燃料燃啊燃即係燃燒嘅燃啦，燃料洩漏係一個好大嘅機會，更加咧同樣。核彈頭啊，喺裏邊咧，如果成一個爆炸嘅話咧，核彈頭洩漏核嗰個洩漏輻射咧，又係一個好大嘅可能性，有兩個大可能性，唔係好遠嘅啫嚇，離開我哋香港好近嘅，香港同台灣之間，佢哋估計喺嗰個位嗰度啊，唔係離開我哋香港好近，分分鐘仲近過大亞灣，因為咧佢嗰個核潛艇咧，如果要出海嘅話，出去太平洋咧，多數嗰度夠深，巴士海峽嗰度夠深，多數咧由海南島嗰邊過嚟呢度，然後咧就向東駛嘅，呢條係佢用慣咗嗰條路嚟嘅。咁嗰度如果出咗事嘅話咧，將來嗰個區啊，台海啊，香港啊，即係出邊呢個區啊，巴士海峽嗰度咧，
將來嗰個所謂輻射，海水嘅輻射就會非常之高，遠遠高過咩福島嗰啲啊！我睇佢今次咧搞到咁，搞到好大件事啊，宣傳搞到好大件事，攞個責任推晒喺日本，呢、這個咧實際係轉移視線。我哋最清楚啦，共產黨咧就講大話，轉移視線住咧，等全世界嗰個注意力咧。就去晒福島放水啊！即係佢儲咗啲原本嗰個核電站裏邊啲水，咁而家得一定嘅低度咧，低嘅輻射性佢就放出嚟，佢攞全世界嘅注意力放喺嗰度。將來呢邊咧，如果真係有事啊，佢個核潛艇真係洩漏咗出嚟嘅話咧，咁你喺海水裏邊講唔清噶嘛，攞個責任全部推去日本嗰邊。而家佢就係做緊呢樣嘢，但你記住啊，冇嘢會無緣無故嘅發生嘅。中共做嘢全部係有目的嘅，佢攞啲嘢推咗日本嗰邊。咁譬如佢呢度咧，人哋將來發現，哇，咩台海點解輻射性咁高啊？原來真係核潛艇失事洩漏，咁咧佢就可以話：哦，唔係啊。唔係日本嗰邊海水咁沖嚟沖去，可以沖咗嚟我哋呢邊，即係佢乜嘢都講得出嘅。所以呢兩件嘢係絕對係有關聯嘅。我哋有時咧睇得一件唔見得一件咧就冇關聯。咁報道新聞嗰啲咧，佢就在早知咧就係例行公事，有嗰樣啊報嗰樣，有呢樣報呢樣，佢唔攞兩件嘢連起嚟嘅。呢兩個日記根本就係差唔多同日。同日公布咁滯嘅，8月22號，大家查翻。我叫頭先叫阿 Lucy 查翻俾大家睇。阿 Lucy 啊，你攞翻啲資料擺打翻就喺下邊，俾啲觀眾睇睇。呢、這個好緊要啊！中共專門做啲咁嘅嘢嘅，咁佢攞責任推晒日本啊嘛。實際呢件嘢咧，佢就冇諗清楚。而家知道啦，而家大陸自己嘅核電站周圍嗰啲海啊，出嚟嗰啲其實嗰啲水啊。啊！嗰啲海水係日本嘅幾十倍，閒閒地有啲仲超過添。成個中國咧，建築啊，建築材料咧就冇標準嘅，冇嗰個所謂放射性標準嘅，就人哋外國全部有嘅。所以咧，人哋啲屋咧，你買一個街嘅 counter 好平嘅啫，幾百蚊港紙嘅啫。咁你自己 check check。香港呢嚟可能有啊，唔知香港有冇，我唔清楚要查。大陸就肯定冇，外國就有嘅。即係嗰間屋用嘅建築材料，用啲石屎啊，用嗰啲裏邊嗰啲嘢咧，實際有規定嘅。外國就規定唔可以有放射性，因為點解咧？今時今日我哋人對嗰個所謂放射性都唔係知道咁多嘅，唔係清楚。咁到底長期住一間屋裏邊嗰啲建築材料有放射性，對我哋嗰個身體啊，個身體點樣反應啊？實際係未有研究嘅，咁所以咧，人哋外國為咗人民嘅安全，為咗生命嘅安全，就係唔可以有，即係有一定嘅標準，唔可以超。中國就冇呢個標準，所以咧，屋企用嗰啲建材啊，低嘅房屋又好，高樓又係，全部冇管制，呢個係好大件事嘅。將來啊，有好多時呢啲咁嘅嘢咧，長期呢啲係慢性嘅病嚟嘅。唔知幾時發作，到底長期嘅長期嘅影響對健康嘅影響乜嘢咧？冇人知，冇人知。但係最好就係敬而遠之，最好就所以人哋為咗如果為咗為咗人民嘅健康同埋衞生安全咧，就梗係越低越好啦。點解需要冒呢啲咁嘅風險咧？成本又唔係好貴，但係大陸一下嘢。唔知就当冇啊，无知又系当冇，咁咧早知咧即系坏事做尽。佢嗰啲大陆嗰啲问题咧，长期以后暴露出嚟咧，佢啊缩下膊头就唔理。呢、这个就系一个典型嘅共产党嘅管理，因为佢唔需要向人民负责，佢净系向官员，官员有个命令落嚟嘅，我满足就算。咁今次好笑啦，系嘛？攞日本放嗰個核電站嗰啲水件嘢咧，大做文章，轉移視線。咁而家發現咧，佢呢個轉移咧，
反而暴露咗個全中國嘅核電站周圍嘅水嘅問題咧，遠遠超過日本啊，同埋咧建築就冇呢個所謂輻射嘅標準，暴露咗呢個兩大問題啊！即係佢根本就係成個共產黨嘅治理唔得啊！對輻射嘅治理唔得。咁佢就知道唔係好掂啦，所以呢兩人咧開始縮翻少少咯，唔敢揾啲五毛外交部戰狼全部喺度大肆宣傳，咁就真係呢件事咧就乜醜都出曬，唔係淨係醜問題，實際係有呢個所謂安全問題嘅。啊，咁你明白住喺大陸啊，住喺大陸嗰種風險。喺大陸嘅人就冇話講啦，係咪？鬼叫佢生喺嗰度，而且仆咗共產黨，你又唔敢抵抗佢，你自己又冇刀又冇槍，係咪？你又冇投票，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喺度 任佢魚肉。但係你諗下，香港人又好，台灣人又好，外國人啊，仲會唔會去大陸咧？睇到呢啲咁嘅嘢，個個知嘅，人哋啲報紙會登噶嘛。以後仲會去大陸旅遊，仲會去大陸話長住幫佢做生意，唔去冇人肯去。即係呢個國家嚟緊嗰30年啊，同日本差唔多，就係、是、日本人哋冇呢啲咁嘅問題，大陸所以話咧，旅遊大陸入去大陸投資，入去大陸住，入去大陸工作，嚟緊呢30年冇行。所以話大陸再恢復經濟恢復再崛起嘅機會零，事實就係咁樣。呢、這個只不過係一方面，好多方面係嘛？而家大陸爭咗錢唔還啊！你見到啦，恒大啊、碧桂園嗰啲，佢哋裏邊又唔還啦，係嘛？裏邊嘅共產黨幫埋佢唔還啊，搞到啲銀行而家點辦？仲未知啊！但係喺香港都係同外國嘅銀行又係借咗錢，又係唔還，又去搞埋啲咩破產保護啊呢樣嗰樣喺度出售，咁嗰啲股票跌到一塌糊塗啦。邊個買嗰啲股票啊？恒大同碧桂園股票咪由香港人同埋外國嘅投行、外國嘅基金買咯，咁咪即係蝕到飛起啦，係嘛？蝕到飛起啦，冇人具體去計數啊，以後仲會唔會再買咧？一樣。同啲遊客唔會去大陸一樣，同啲公司唔會投資去大陸一樣，一樣唔會投嚟香港，一件事嚟噶嘛。最終都係買咩嘢？買中國崛起啊嘛。而家點崛起啊？人口又唔係咁多，所以咧，成件事咧，即係開始咧，過去嗰幾年咧，大陸嘅問題基本上一路暴露，仲有排啊，仲有大把問題暴露出嚟。咁咧就可以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但系喺香港系有一定嘅危险嘅，住喺香港啊，你见到今次啦，合潜艇失事离开香港好近，就唔出声。咁台湾同香港之间喺嗰度失事，咁梗系离开我哋好近啦。即系等于大亚湾出事咁，又系唔报，唔报就系危险嘅。有得报有得准备啊嘛，你就算去避啊。都有得避啊嘛！而家佢成日都唔報，反而美國嗰邊宣布，咁個責任喺邊度啊？梗係當地政府啦，我哋有乜能力知？所以呢個而家都係個網上有得賣嗰啲叫做 Geiger counter，即係 check 下你個輻射程度嘅，值得噶，值得嘅呢啲嘢投資幾百蚊港紙嘅啫，賣翻價就知道，起碼你知道。乜嘢問題？邊樣嘢以後買嘢，屋企買嘢值得度一度，值得度一度嗰件嘢擺喺屋企嘅嘢，長期擺屋企嘅嘢，譬如長期坐個 sofa 有冇輻射，係嘛？嗰埲牆點樣樣，點樣樣知道？可能呢啲係有得處理嘅，可以揾嘢減低佢，封就封唔到噶啦。就係、是、睇上網睇睇咧，有冇辦法？呢啲嘢值得考慮嘅。長期喺輻射咁射住係冇用，即係 X 光咧，你見到啦。你哋喺醫院做 X 光，你記唔記得個護士同埋醫生要去一埲
用嗰啲用铅啊，铅笔个铅啊，用铅嚟做嘅墙啊，嚟隔一隔，等佢个辐射射唔即系反弹嘅 X 光嘅反弹咧，就唔会射到个人，因为长期佢就一日，譬如一日做30个人做 X 光嘅，你就做一次啫，你系病人做一次，佢做一日做30次，你计计佢一个月咪做900次，咁你谂下佢嗰个就积起上嚟啊嘛。即系佢身体里边嘅所谓辐射啊，就加起上累积起上，所以佢需要企喺嗰个泵源嘅墙嘅后边啊。你就射一次咪算咯，系咪？一年最多咪射2、3次，系咪？做 X 光，但系佢就唔系一日做几十次，分分钟 cancer 嘅呢啲人，死得好快嘅。啊，长期嘅辐射啊，长期嘅 X 光就会引致 cancer，呢啲大家都清楚。所以而家啲醫生都係啊，你 X 光咧唔好儘量做咁多，儘量做減到最低。呢啲嘢會累積起上嚟咧，將來就係有呢個生命嘅問題，好唔好啊？所以呢類件事咧，呢個日本福島呢件事同中國核潛艇失事呢兩件嘢咧，大家要學下點樣連起上嚟，好明顯噶啦，核潛艇出失事咧就係、是、會漏。导弹头会漏，燃料会漏，呢个系大家应该清楚嘅，唔系乜嘢高深，唔系咩高深嘅学问嚟嘅，呢啲系常识嚟嘅，好唔好啊？呢度一件事，阿 Lucy 仲有咩要我讲？袁博，其实我想，中共挑动小粉红反日情绪，呢、这个你知过去都有噶啦。咁今次话抵制日货，或者见到啲小粉红嘅标语啊，又话一日唔买日货咧，日本要上千间公司倒闭啊，6个月唔买咧，一半嘅日本人就要下岗。如果一年唔买咧，日本嘅经济要瓦解，咁样咯，明白？我唔啊啊！呢啲无谓嘅大话，我唔想评述啊。对我嚟讲，评述都系即系俾面佢根本呢啲根本系无稽之谈嚟嘅。唔好讲，我唔想讲笑话嚟嘅。共产党啲宣传嘢讲嚟，即系讲俾嗰啲小粉红，等佢兴奋下啊，根本就系完全系假话嚟嘅。边度人哋日本都唔知几掂，唔卖俾你，你估佢冇地方摆？全世界而家唔知几中意食日本菜，日本菜最好嘅日本菜全部都日本飞过去嘅，运过去，空运过去嘅。你唔买咪益晒，有大把人买。美国、欧洲到澳洲啊，连澳洲都系啲日本菜啊，卖得好贵，贵过啲啊，正式真系即系有级数，你卖得好贵，而且咧订位啊，订2、3个礼拜都订唔到。所以唉，共产党讲嘢咪算，你而家得香港唔俾佢入口，大陆唔俾佢入口，咁咪卖佢喺度咯。第二，反而咧，而家好多大陆嘅人啊，见到冇日本菜食，反而咧买张机票去日本旅游啊，喺嗰度食咪一样，冇蚀底嘅，根本仲反而仲喺日本使多咗钱添。总之，共产党个做嘢咧，嗰班人就笑话嚟嘅。嗰班人又冇知识，又冇常识，又冇学识，啊，根本就系老土啊！讲即系有时唔系几好意思，大家我哋都系大陆出嚟噶嘛，系嘛？即系你话佢老土，有时咧反射埋，影射埋自己嘅。但系真系，即系老土，即系我哋以前唔识嘢，我哋要学啊嘛，向人哋学习啊嘛。佢唔识嘢咧，就闹鬼人哋。啊！即系呢啲咁嘅共产党啊，真系我哋就大家同佢一齐做中国人都冇面子。佢外仲有资冇嘢就下降咗80-90%喎，袁巴。而家见到中国嘅经济，李强都话要引外资入去，要讲好外资故事。佢咁样讲，咪日本入资咪快啲走咯。啊？唔系快啲走，人哋已经走晒啦。人嘅日本政府出埋钱啦。如果你间厂搬翻去日本，100%补贴。如果你间厂搬去越南或者印度，50%补贴。过去嗰5年已经走晒啦，边度仲有得剩咧？剩翻嗰啲系乜嘢咧？剩翻嗰啲日本公司系乜嘢咧？系日本卖嘢俾中国，佢喺嗰度负责接单嘅，嗰啲就冇事。但系日本喺大陆嘅厂，连最大嗰间松下都全部撤晒啦，冇啦。啊，上2个月已经同我讲，全部撤晒。冇咗噶啦！呢、這个已成个，点解咁多人失业啊？全世界嘅工厂都喺度撤，
所以點解你見到而家咁多人失業失咗業咧？跟住冇人去鋪頭買嘢，啲鋪頭你睇啲商場空晒，連嗰個即係喺郵購啊，即係喺網上啊網購啊，都跌到一塌糊塗，冇錢啊！失業啊，失業邊有錢買嘢啊？唔係淨係成件事根本就係成個經濟就玩完，嚟緊呢30年唔會有希望。地產又係，地產都有人買㗎，係咪？有人有錢買嘅，又係唔會有希望，只會跌。香港都跌緊啦，係嘛？美孚新村都跌到1萬蚊樓下啦，一尺。即系香港呢边，元巴你想唔想讲少少啊？就好似香港有一个歌手啊，阮文安，以前喺一啲集会上面都有唱《魂光归香港》嘅歌啊，咁今日就真系判佢坐监2年喎，最少2年。唱下歌都会判啊？系啊。監禁系2年，咪就啊？呢個 Tommy 仔咯，因為我哋喺出邊嘅時候都要成日採訪佢嘅，同埋今日又係八三4周年，好似提贊過俾好多警察，原咁來。你话咧，佢咁样俾佢坐监，其他人咪走咯？所以申请去英国啊，申请出离开香港嗰啲系大把，有啲唔使申请先啦，走咗住讲。咁呢啲啊，呢啲啊，佢我都唔知佢点样做落去。成个香港而家已经冇啊，唔会再有金融中心呢件事噶啦。啊，第日炒港股啊，用人民币嚟炒，或者用港纸嚟炒，港纸同埋美金咧就迟早问题。啊，美国嗰啲走到7788之后咧，就唔会再俾你联合汇率。点解美国人仲有啲钱喺香港嘅？一路咁收翻卖咗啲股票，佢跟住一路。回翻去美國，到咗一定嘅程度，佢公司都設價俾咁貴租，嗰啲投行啊，美國公司俾係最貴租，嗰啲伙計咧就住喺淺水灣，啲細路仔啊去國際學校讀嘅，咁全部撤走翻返去美國，佢根本呢啲開銷完全唔使啊嘛，咁整整下嗰啲豪宅，淺水灣啲豪宅啊冇人住，係嘛？咁你就嗰啲學校，嗰啲國際學校，香港好多唔同嘅國際學校啊嘛，間間咪閂咯，剩翻一兩間咯。啊，咁嗰啲高級寫字樓，全部咪人哋退咯。而家已經退到7788，譬如佢有3層樓，咪變翻1層，整整下佢根本都唔使搬埋去新加坡，1層都唔使。呢、這個而家就好現實，嚟緊嗰30年，香港唔會有嘢睇。咁元巴，你可唔可以讲下国台免仓参选啊？台湾嘅总统选举？我就大概同佢哋有个睇法唔一样啊，就我睇呢个台铭绝对系有共产党支持嘅，唔系佢点会走出嚟啫？老实讲，你以为做选举好过人，选举又出钱又出嚟，好辛苦嘅，咁佢好忙嘅人嚟噶嘛？呢、這个人咁大生意系嘛？有成差唔多，我估佢差唔多起码有100亿嘅身家美金喎，有100亿美金嘅身家，全世界有100万嘅雇员系嘛？嗰啲伙计。咁佢共產黨叫佢嚟，我估計咧，共產黨嚟咗之後咧，佢會想辦法咧。而家國民黨仲有個叫做咩啊？國民黨個叫咩姓乜嘢？國民黨個候選人，咁啊，仲有嗰侯個友叫宜。做啊，何友宜，咁姓柯啊，同埋姓柯，佢哋而家呢三個人咧，好似有啲矛盾咁樣。但係我估計咧，共產黨會喺後邊做工作，卒之呢三個人咧係形成一派嚟對付民進黨嘅啊。所以呢個暫時咧，好似好矛盾咁樣樣。點解攞佢三個人嘅？我哋叫戒票啊，攞佢哋國民黨嘅票，同埋佢戒咗，變咗好似冇晒希望。但係呢啲你知道咧，啊媒體嗰啲好鬼敏感噶嘛，所以講咗一大輪，根本冇佢咁嚴重。我就話咧，佢哋三個人會共產黨會喺後邊咧幫佢哋三個人點樣合作。你啊，譬如啊，將來係。總統、副總統乜乜乜乜乜，三個人都係乜嘢？然後三個人合起上嚟咧，就對付民進黨。我就即係明白共產黨嘅諗法啊，唔會戇居居等佢三個人自己打自己嘅啊，就肯定佢有一套辦法，令到逼佢哋三個人合作嚟對付啊賴咩啊？民進黨叫咩啊？啊，賴清德一定係咁樣樣嘅，
共产党系唔会戆居居自己打自己嘅，唔兴嘅。共产党系有计划嘅。嗱，记住啊，共产党唔系咁蠢嘅，冇我哋想咁蠢。我哋有时咧，讲下又觉得好得意咁，冇咁戆居嘅共产党。